我想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课都是比较偏重这个细胞生物学的，那特别是指定阅读里面给大家看的东西，我猜想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很难啊，那的确很难，我必须说的确很难，因为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推到悬崖边啊，看看你到底能不能了解或者了解多少。因为坦白讲，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的指定阅读，我想你丢给一般的研究生，叫他随便念念，他恐怕都不见得念得懂啊。但是我觉得里面陈述的一些观念基本上也是在考验我们自己，我们如果不懂，表示我们对这个分子生物学里面一些重要的观念并没有完全掌握啊。那如果对分子生物学里面一些重要的观念掌握的话，那稍微再加一点劲，那个文章应该是可以看得懂啊。那礼拜三中午我可以在生科系的那个有一个教室，在很后面啊，很后面有一个教室休息室，大家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可以到那边，我可以在那里跟大家做一些讨论。我看那个教室休息室的那个号码是多少？121，不是121，它有一个小房间啊。那今天跟大家要谈这个 chromosome and genome， 很简单的先谈一下什么是 genome。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有关于基因的定义，就是说 whole set of DNA 储存所有 genetic information。 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在细菌的基因大部分绝大多数是 circular， 但是真核细胞或者说是像我们人类的话，我们主要的基因呢都是以 linear chromosome 的形式呢，存在。那我们跟大家稍微谈过，从真核细胞的起源，那很可能是 bacteria 跟 archibacteria 的一个内共生啊。那共生以后呢，bacteria 当然就形成了我们今天 mitochondria 的前身。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发生过非常多的这个事情，包括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 bacteria 里面， bacteria 的genome里面有很多所谓的 mobile element， 就是会移动的，会跑来跑去的 DNA fragment 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DNA的这个 parasite。 那这些 parasite 跑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它当然会很高兴的要去寻找新的这个宿主。所以这些在 bacteria genome 里面的这些 transposon， 我们用比较专门的名词来说这些 mobile element， 我们可以用这个 transposon 这个字。那在这个 bacteria genome 里面的 transposon 呢，会跳到，就很高兴的会跳到 archi 的这个 genome 里面去。那跳到，如果刚好跳到一个基因中间，那当然是会把这个基因破坏啊。那所以这个时候 archi 就必须要发展出来一套新的机制。今天有一段 DNA 跳到我的这个基因里面来，把我的这个
coding sequence 破坏了，那最简单克服这一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我在 transcribe 出来 messenger RNA 的时候怎么样，再把这一段外来的 DNA 序列或者这个序列把它剪裁掉，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这是很可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splicing 啊 ，RNA splicing 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起源。那同时呢，因为 RNA splicing 这个进行的很慢，那所以最好是在 RNA splicing 没有做完之前，这个 RNA 不要往下去做 translation，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 splicing 跟 translation 这两个 process 怎么样把它分隔。用什么方法分隔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转录出来的 RNA 把它跟 DNA 一起把它包裹起来啊、哦，我们说这个很可能就是细胞核的这个起源。那细胞核出现把 DNA 包裹起来，所以它转录出来的 messenger RNA 或者 RNA 不会立刻跑到细胞质去进行转译，那在细胞核里面呢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外来的这个insertion element 或者 insertion DNA 的 sequence 把它 splicing out， 那一直完成之后才送到细胞质去进行转录。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很可能是细胞核的这个来源。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当这些 circular chromosome被这些 insertion element integrate 插进去之后呢，常常就会把它打断。那打断的时候它可以再重新接回来，或者它其实就很可能就发展出另外的一套方法，它不见得一定要把它重新接回来，那它只要有一个方法能够让它的端点呢能够得到保护，那它一样可以这个保存这些有用的这个 information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相信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什么叫做 retro transposon， 就是很可能是一些没有 LTR 的 retro transposon 跑到这些被打断的 chromosome 的端点啊，在那个端点上面呢，因为他们有反转录酶，所以他们可以在端点上面增加一些这个 DNA 的序列，那可以把它保护起来。我们相信这个很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 telomere， 就是端粒子的这个前身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核细胞里面两个最重要的有关于genome的或者细胞结构的这个特征，一个是细胞核，一个是 linear chromosome。很可能都是因为细菌跟这个古生菌共生以后，因为这个 transposon 在这个genome中间跑来跑去造成的一些结果，那细胞为了要克服这个 transposon 所造成的这个不好的这个结果呢，所演化出来的一些新的这个结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linear chromosome 的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认识。那我们很简单再 go over 一下这个 human genome 的一些特色啊。我们说啊 human cell 有多少 linear chromosome， 我们说啊有22对，我们把它叫做 autosome， 跟一对这个性染色体。那human genome 的 size 呢，我们说现在知道大概是有31个碱基对所组成的。那下面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变成是一个非常
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说 human genome 里面到底有多少基因啊？到底有多少基因？那要很准确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在对。那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你所谓的基因是什么？啊，你对基因的定义是什么？啊，那基因的定义，坦白讲是非常不容易下的啊，非常不容易下的。那所以在 human genome 里面到底有多少基因，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是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说 human genome 大概可以，它储存的 information 大概可以制造出多少个蛋白质啊，这个就是有多少这个 codings，有多少 sequence 可以 code for protein？ 那这个我们的推想大概是，现在的推想大概是19000个，这个数目其实也不是太多。当然，这个地方并没有完全考虑所谓的 alternative splicing 所 generate 出来的那一些这个多样性。那我们对 chromosome 简单的一个认识呢，就是在 chromosome 中间有一个central meal， 那是for这个 chromosome 在这个有丝分裂的过程中间负责这个跟这个做这个 segregation 之用。那另外呢，从这个 central meal 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 chromosome 有两个 arm 啊，有一个短 arm 跟一个short arm 跟一个 long arm。 那 chromosome 是只有在有丝分裂，在这个 metaphase 啊，在有丝分裂的过程中间才会被看到，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我们说染色质会 condense， 会这个聚集在一起，我们才可以在显微镜底下看到。那 central meal 我们说是 joint sister chromaty 的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 architecture 或者 physical 的一个 structure。 那 short arm 跟这个 long arm，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都知道在chromosome 的这个端点有所谓的 telomere， 有所谓的这个端粒子。那这个是在有丝分裂在 metaphase 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染剂来染这个 chromosome。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 chromosome 它上面的这个 bending， 它的 bending 的 pattern 是不一样，是很特别的。那一般说起来呢， bending 的意思就是它有深浅，浅的这个染色浅的这个部分呢，一般说起来代表是 less condensed 啊，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包裹的，没有那么紧密的这个 chromatin。 那通常它 replication 是这个染色体要进行这个复制的时候，它是一开始是 replicate earlier， 在这个 S phase， 那通常呢也是 transcriptional 比较 active 的这个 area， 那大部分的基因或者说是这个转录的基因都 localize 在这些区域啊。那另外那个染色比较深的地方，我们叫做 dark band， 那通常这个 dark band 代表的是它 condense 这个包裹的这个程度比较更紧密啊。那在复制的 DNA 复制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比较晚期才开始复制的，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对这个 chromosome 对染色体一个很一般性的描述或者说是了解。那染色体上面的基因排列是以一个线性的这个状态排列的。那比如说以17号染色体为例，
十七号染色体上面一共包含了723个，在这个地方的基因其实是 code for protein 的那一个 DNA 片段啊。那所以你也可以，那你可以把这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区域，这个是我们把它叫做基因 reach 啊，就是在这一小块、这一小段里面，这一小段的染色体里面，就包含了这个整个十七号染色体所有大概一半的基因都是 localized 在这个区域。那它的这个基因排列的顺序呢，是一个线性的这个 linear 的这个形式。那如果比较不同的这个生物，从最简单的 E. coli 到酵母菌，到 C. elegans 就是这个线虫，到果蝇，到阿拉伯芥，到 human， 你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大致上说起来，当然越复杂的生物，它的所含有的、它所拥有的这个遗传资讯，或者说它基因的这个 size 呢是比较大。但是呢，其实也并不是完全是成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对应。那有很多这个生物，它的这个genome的这个 size 其实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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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但是它的这个所含有的这个基因的数目呢，其实相对来讲呢是没有跟它的genome size 呢是成比例的啊。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C paradox 啊，就是说在比较不同物种genome size 跟它所含有的这个基因的数目中间有一个吊诡的这个之处，就是有一些特别的物种，它的这个genome size 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它 code 的基因的数目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表示什么？表示它大部分的那个 DNA 是没有用的啊，是所谓的垃圾 junk， 或者说是垃圾的这个 DNA。 那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什么是基因啊？基因的定义可以有很多种啊。那这里只是给大家很简单的说，我们说啊，基因可能是 encode，就它那个 information， 基因所包含的 information 是 a code， 是 encode 一个特定的，在这里面不标明它是什么东西啊，这里面说是一个特定的产物啊，这个产物可能是蛋白质，也可能是 RNA， 那这个是我想是现在大家比较了解的这个定义。啊，或者说是一个 functional unit， 啊，或者是一个 information， 就说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没有可能一个基因，它其实什么都没做，它其实什么都不做，它就是一段 information 在那里，有没有可能？那这段 information 什么都没做，我们怎么把它叫做基因呢？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面，一段 DNA 的 sequence 啊，什么事都没做，它也不做蛋白，它也不会被转录，啊，辨识，那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很简单说，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一个结构，啊，那。怎么去定义这个基因？我们说啊，这个结构如果发生了序列上面的改变，会影响细胞的活性，或者会影响细胞的表现，或者说影响细胞的我们叫 phenotype 啊，就是说，当一段 DNA 如果产生一个序列性的一个 DNA 序列的改变会产生一个新的 phenotype， 我们说哦，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基因。但是你如果去研究说它有没有做出任何东西来，它可能什么都没有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对基因应该有一个比较更清楚的
传统的基因是从什么？是从 phenotype 产生了一个突变，突变造成了一个新的 phenotype。 那从这个新的 phenotype 回推回去，说哦，这个 phenotype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phenotype 是一个一段 DNA 序列所储存的 information 所决定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基因。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现在对这个基因的这个观念应该要有一个更清楚的这个掌握啊，或者是认识。那所以我们再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说我们的genome里面到底有多少基因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分开，我们就要分开来说啊。我们说有大概 1.5% 的genome的 sequence 呢是 code for protein。 那接下来的问题，如果只有 1.5% 的 DNA 序列是 code for protein， 那剩下来的 DNA 序列或者 information 是干什么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一个在生物医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在genome里面那一些没有决定 DNA 没有决定 protein 序列的那些 DNA， 它可能做什么啊？我们可以从过去的这个学到的这个分子生物学里面，我们知道说哦，它很可能是怎么样，它很可能是基因 protein coding sequence 中间的 intron 啊，那它也可能是一些repeat sequence。 那这些 repeat sequence 呢，很可能它只是扮演一个结构性的角色，就它是透过 repeated sequence 构成了这个染色体的一个特殊的结构，像 telomere， 像这个端粒子，像 centromere 啊，像那个染色体中间的那个 centromere。 那当然我们传统上过去知道说还有很多这个genome里面的 sequence 呢是 code for 叫做 non-coding RNA， 就是不是 for protein coding for protein 的 RNA。 大家当然最熟悉的是 tRNA， 对不对？ ribosome RNA。 那我们知道 splicing 之后，我们知道这个 splicingR messenger RNA 剪裁的这个过程所使用的那个 machine 叫 splicing 之后，我们就发现在 splicing 里面有非常多小的叫做 small nuclear RNA， 就是它 RNA 的片段非常非常小，它参与 RNA splicing 的过程啊。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那在过去大概也许10年左右吧，那另外有两个很大的这个家族被探讨，被很深入的探讨，一个是 microRNA， 一个叫做 long non-coding RNA 啊。那这两个我想是现在分子生物学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被这个深入研究的这个两个课题，我们也许在我们在比较稍晚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讨论他们究竟代表什么意思。那也许你知道也许你不知道，在我们genome里面其实有差不多将近一半的 DNA sequence 是从 transposon 来的啊，就是我们genome里面有一半的 sequence 其实是跟这个 bacteria 这些所谓的 mobile element 非常类似。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个 DNA 的 sequence， 我们把它叫做 pseudogene， 就是这些基因它的 sequence 还在那里，但是它已经没有办法产生这个有功能的这个产物，像 protein 或者是 RNA。